好，正在录，满意。那我的啊，你的，你的要现在就开始吗？也可以啊。没有啊，不要啊，对。我是我的现在就开始啊。我这用的 size 没那么大吧？需要多久？六分钟。很快。嗯。六分钟到一个月。对啊。好好好好好。啊，走了走了。什么？什么？头啦，线头啦，可以的啦。走了。嘿嘿嘿。总共让你存白金。啥？剩三个。安全帽也放楼下，哦，放头上。ありがとう。はい、そんなぜー、いらっしゃい。都可以的，湿湿的。鞋子啊，因为这间干燥是真的有在干燥啊。然后上次那间的干燥室好像都是霉味，都是湿湿的味道。它这个有在开暖气啊。
再见。盐业，今天去盐业，今天去盐业化学厂，六分钟，但是要去总站坐，花钱，啊？不用钱的、啊，对啊，拜拜。我先不套啊，这样子走，热得要命。哦，在下雪是不是？嗯，对，怕雪跑进去，好了，只好拉起来了，热得要死。那你带起来啊。这一段，那雪镜也是，什么也是。你看你真的会卡到，你的袋子够深吧？对啊，那就卡了，算了。那时候就凹断，然后凹破，你把它重叠，你就把线带去。没有。那我今天就拍不到了。靠垫应该支撑不了多久了？一小时吧。
在这里啊。一号。在这里啊。在这里啊，二号、三号、四号不知道在哪里。你们是坐几号？三号跟四号。应该等一下一号走了，要去那个地方吧。有椅子坐，应该盯着这边看就好了。揪啊！来啊来啊！站牌在那，一号、二号在那。我问一下哦，好啊，你坐着等。啊。应该三号、四号等一下就停在那里等了。すみません。三番と四番はこっちです。三番。三番。三番、四番。シャトー三番、四番。ワン、ツー、八本。三番、いかわけ。あそこ。ありがとう。来了、来了、来了。在那、在那。在那。走了、走了。还没到了，但是他说在这里等，没错。盐月的那边，走吧。怎么昨天啊？在这边等啊。对啊，我就在这边等啊。哎呀。HV3 今天下雪，所以他们可能都跑去 Cortina 了。那里很粉啊。
不知道啊，他会不会听成你说要 HB 三？不是吧？而且这也写虾头 bus 是吗？我看了虾头 bus 我走过来的、啊。对啊，因为如果是有写啊，对啊，应该 OK 了。分啊？啊？那还好啊，他都会晚一点啊。39跟42，对啊。因为我没有在记啊，我就问你而已啊。慢慢等，他应该还会更晚一点，比预估的更晚一点。哪里的字？啊？上车的人呢、喔？应该是吧。来了。三号，满满的。好呀。
是。对啊。You are Takeshi。我觉得一定是够啊，不然他排的班次就是这样排。他都有考虑到数量。做一个两个位置就是 OK， 那也是得挤一挤啊。他们坐着一个人会脚都全部要放出来，就要站着挤一下。方向了，他要错了。这条线是对的，但是是下午才会走到反方向。上来了不少了，突然间觉得无数空间，我不用扶他就这样子了。我想把帽子戴一戴。没有换下去就没时间戴。没有，等一下换啊，会在办公室里换票。对。因为我现在这个脸会很滑的，一直掉。嗯。没有卡在那个衣服。你说魔术师为什么可以上来那么多人？哎呀，又上来，奇怪。而且等一下这还有四号可以坐。要不要跟你配合？Next bus, next bus. Next. Can you ask me something about you?现在是有别的车，叫大家坐三号啊，也是三号还是啊？那就坐四号啊。机组成员可以调配啊，看他怎么调。因为出三种很难离班，移动机同学又换飞机，都是要守在老家，他也不要回去下，也不要整死，或者他就比较可怕。而且反正我们接送就是到富山了。哎、啊欸，好像出太阳了。上顶端，你要不要换位置？没有，没差。我们六分钟。啊，我们因为我们电脑小嘞。车上没有吃走，我手表都不太准。反正就这样。不过这次试用，我觉得那个对讲机这样用就很好，用不着家里，声音转最大放在胸口，对，然后回答的时候就给他拿出来按一下。
各自化的时候。半天而已，真的是半天而已。十点才开始唱，那唱好几点？那可能十点到两点之类的。那中间吃个饭，就混掉一又一混掉一小时。我怎么知道呢？那我带两个零食好，两颗。不吃饭也要喝水吗？当然要。对啊。太阳出来了。跟飞掌上视线好，滑滑滑。哦，今天是蛋包饭哈。对，哎，不是，明天才是。明天才是，哦，今天是三十。今天要三十，早点去排队。那六点开，六点以前。六点五点半。六点。同事说的，在 Google 上好像也看到类似的评论，他说不想选蔬菜的感觉里面糊糊的，但是我觉得日本煎饺不是也有常有那种里面馅糊的吗？糊糊的是什么？就是糊糊的感觉，常有这种。他在清雪哦。对啊，一台车在那喷出来。看他怎么运作。后来听说好像是用热的吹风机往左喷。要让对面吧。是。前面靠。下雪或者是温度没什么，但是加了风就不得了。有没有什么？那个。你也可以今天来换，然后我们去回去八番口吧。你知道什么意思？你还没跟窗口换之前。绿色的券。你还没跟窗口换之前都 OK 的，这就很难讲。我只是说这个那个线开不开，待研究一下。哦，那八方也是啊，风大的话到处都一样。但是 free 的巴士没有，没有回去。有，七号还是八号是往回走的。早上有，对啊。还要往前跑。为什么拉起来？我没有拉起来。你蛮低的哦。嗯，我也没有拉起来。太阳。
哎呀，不在这吗？你现在到底找不找得到他、啊？应该找得到啊。在哪？往那边走啊。哎，基友在后面，东看西看，无界线滑走。问题是他首页就是一个店面啊。他说缆车站旁。OK， 什么 cross shirt 的，对啊，啊，哦，放在这就好了，有道理。Cross-shared school. Where is it? Cross is just over there. We are here now, yeah. We are on information. Yes, right, they are closed. Just on the left. Yeah, I know, but they are closed. I'm not sure. Maybe just 2 days before we saw the stuff, they are also closed. We're not really sure their opening time.Yeah. Do you guys have the thing today? I mean, are you guys? We don't have the reservation or something. We just have a voucher to. Outside, if you go out on the left, near next to the bus stop. Yes. The brown building. Yeah. If there is no people. No. Yeah. People. No people there. You have to walk to their office. Is that far or? Yeah. You know where their office is? No. No.离很远，不就很生气吗？对啊。但是他说他就要缆车站旁，该不会他只有货柜在缆车站旁吧？我觉得他是有人约或干嘛，他才会有。那我现在去加他的 line 这样。对、啊。好，我现在去啊。嘿呀。所以你是要换的？啊？你是要换今天的票啊？今天票，而且不是要有一个？OK。直接问说用中文就好了。Hello, is anyone speaking Mandarin? 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之前有参加你们的说明会啊，然后我们有拿到那个就是我们有抽到那个兑换券，然后可是你们现在在那个我们在盐月这边。然后结果你们那个 stand 都没有人，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换？对啊，缆车票。然后你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one day？ 缆车也有买的缆车票。也有买的缆车票。学校那边要走多久？5分钟。哦，好。学校怎么走？学校，那我就问那 information 怎么走过去的，对不对？
出这个 information 之后，往右边、左边，左边，好。哦，米白色写 rental， 好，你们就在那边的对。哦，那跟照片上长一样。哦，好，我们刚刚有一个人有加你的 line， 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抽到那个，你们那个什么，旅游协会那里是你们这边可以换的吗？对，参加说明会抽到的，一句卷，对，好啊，我们总共有三个人，所以有收到一日卷、两日卷、三一日卷、两日两个一日卷、一个两日卷，对吧？陈建宏吗？陈建宏，顾连立。陈，儿童城建立的建，宏是宝盖头的宏。宝盖头的宏，然后顾连立，照顾的顾，莲花的莲，立是那个利益的利，然后右边左边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莲花，一百，每一只的每一个的每，花是都是花。那就走过去五分钟。Thank you. 他说叫我们要不要先line他一下，然后就他会传地图给我们。好啊。从左边去走五分钟，会有看到个白色的 rental。Yeah, the guys were saying that the main thing is up there, not here. Yeah.他们的首页放的也是那个 rental 的照片，哦，那个知道。但是我就，他是说拱多拉旁，然后我就误以为那很好找啊，然后 Google 上搜寻也是放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应该是那几台吧。对啊，应该还好吧。哎，有人哎，来了，那跟他换就好了。这样可以换啊？不知道吧，应该没有吧。我们有中缆车票，这里可以换吗 ？Can you speak Mandarin? Ski school no. Now we have a ski school. We have the voucher and we got a voucher from the event previously in Taiwan. So we have to exchange. No shed. For no shed yet. For what? This is an adventure park, right? No, yeah. An adventure park. Okay. Thank you. This is just a commercial. Okay. Thank you. Found the vehicle. Yeah. 请。你知道方向吗？给我地图。刚加了。先往左。先往左走啊。对啊。那个啦，那个 rentals， 那个。如果我有看到店的话，我就大概认得出来。是不是那个设置的那个？我还没看到呢。哎，你过来这个道。反正要走嘛。我中了两日，对，就中了一日，对。那八方的雪票最贵，哦，当然拿他的两日券拿去换八方的划算啊。不是，那我跟舅的怎么换？然后接着我就想说，安排上我要排一天盐月，那盐月的最便宜，那是不是就是跟他买就好了？就直接跟他买。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用优惠。那时候已经用优惠价跟他买，然后他说刷卡也刷好了，他说到这边来领就好了。哦，
对啊，对啊。一日券，那八方的一日券呢？然后也是跟他领啊，然后他应该会给我们兑换券啊，所以我们，我们是怎样一日券？他说，我是说要买哪一张？卖抽到那张还是？你中的那张也是拿去八方的车口卖比较贵，对啊。两日八方的八方两日券是我们抽中的，我们打算去八方用。你只有抽一个八方，一个两日券啊。还有一个一日券。我们呀。还有一个一日券。我还有一日券呐、啊。对呀、啊。然后。那就一张圆月，接着就买了两张，总共凑起来已经三张了啊。我买一日，他买两日，你自己不用买啦，八方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多买圆月。白马山路的全都是我们买的。对啊，啊还剩下什么？还剩下。是不是剩下一个一日一个两日？我没有记起来。你不想带在身上吗？没有啊，那今天又用不到。你看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反正我有算对就对了啦。好了。然后圆月你买的是两张嘛？你刷卡买了两张嘛？对啊。接着你抽中了一日券一张嘛，啊、三张一日券嘛、啊，一日券一定是今天用嘛，这样想就对啦，对不对？对啊，因为你即使一日券说哦八方比较贵，拿去八方用。为什么一日券是一天用？因为今天只划一天嘛。因为买了两张中了一张嘛，但是你后面买两日八方的两日就是比较贵啊，对，比较贵两，但是你总不能拿抽中的一日券拿去八方用一天，那你还要花，你还要买一张八方的一日券，还是更贵啊。对，你要不要再看一次你白马是不是有？好了好了，可以回去要换之前，information 休息再看。那你今天就浪费掉，搞错的话，你今天就买错了，就换错了。好啊。你要不要清单？还没有吧？我看，多方的那个角度。啊？不知道哪一个哎、欸？你说长得像哪一个？说为什么要比较那个？因为两日券跟一日券的价钱，我就觉得那这个问题你好像之前也是这样子怀疑，看看吧。而且送的，我送的是一日
没有，最后钱都有摊开的付啊。对啊。是你刷又不是你付。我付的啊。两日券三张，两日券三张，买了。好，这是前面没吃用完的。好，然后。两日券三，两日券三。然后后面。没有，我要看订单比较准。没错啊，没错啦，我都已经在看别的了订单。Hello， 嘿嘿嘿，等一下，三个人呢，两日，就是要用的当天，嗯哼，好，可能要三个都可以吧，对，就是可能要跟我说一下，就是你们会去哪里用，八方，应该是八方，两日，所以给我两张，这个是不是好？还有一个人来六，还有什么？没有啊。是看的，对你的，你在跟那里？没有，那不是这，那不是这里。哎呀，去啊去啊！都是在八方用吧？有些会在演月。就是、这是抽中的，抽中的。抽中会在八方用。嘿，然后还有购买的。购买的在一起。对对。其中一张就是现在如果你还不缺，你知道会在哪里用吗？八方还是那次？应该是八方。我到底买几张啊？有两家是盐月的。然后有一张就是，但他不是都写，都是一样，但是因为我们要通知学校那边，所以就是，连月的两张，其实我们已经跟学校那边沟通过，所以没问题的，就是你其中两张在那边用 OK，然后还有就是另外是可能会在每次或者八方用吧，对吧？所以要可能到时候，我现在确认一下，因为你接连月，你没有票，你打算用什么？盐月一定会用掉三张，但是他现在只有两张啊。哦，所以你只一张。对啊。所以我才问你，那你自己用什么？抽中一日，抽中一日用盐月啊。哦，抽中的会用盐月，还是用在八方？对啊。反正不是八方就是盐月。哦，那但是还有联络。你现在不确定？我现在要看一下。用的时候可能就要拉一根。好，因为我们要跟学长票口那边登记，所以就要麻烦你们等一下，要确定一下我们到底买，应该就是待会确定，马上。我正在这里确定。好。就网络有点不顺，就是。有没有收到我的 test？
为那个货柜是办公室。好，休息一下。找资料，找资料，找资料。你看嘛，我八方两日券买了五份，所以是用你的名字买的。不是这里，我在别的地方买的。我们八方的两，八方，你看梅池的话，四天买了三份，然后两日券只退了一份，所以中的两张是八方没错。然后盐月是，这是两天嘛？对，这是这个我八方用，这是八方。对，然后你买了两张盐月，然后接着中了一个一天的，然后总共就有三个人份的盐月。是啊，这个含不含他中的？就是多一张嘛，他的。那他的去八方啊？对，你收起来了吗？对啊，那怎么会多一张？对啊，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啊。嗯，因为抽中的有三张，对，抽中了三张。原本是买了两张圆月的，对，然后还有一张，就是我还不确定去梅池还是八方的。怎么会还有一张？所以对啊，怎么会还有一张？你要不要确认一下？我们好像没那么多张哎。朱比，好像多了一张。你的八看你的 order 了。八方就是这个已经在八方退掉一份嘛，所以剩八方只退掉一份哈，对啊 final 的还有两个两日，所以加你的对中了之后才这样嘛，对，所以这样子应该全部都要去，对对对，你多给了我们一张哎，哦，所以这两张你会在盐月用，然后其他会在八方用，没不会在，这三个是盐月，这两个是八方，哦 OK， 就是有两个八方，两个盐，好，其他盐月。所以确定很多，三个八方。你要确定那个我们有没有付钱呐、啊？你要确定那个就 是你只刷了买了两张，我记得我们就是买两张啊。对啊，是啊。你们要不要确定一下？因为就是现场的那个订单跟我们的订单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你说办那个说明会那种时候，对不对？对，所以你确定好我们的订单就好了，因为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多少钱就好了。对啊，我们也没有要多少单，就是。对啊，都是正常的，所以你的有收好了吗？有，但是就是今天的我没有。今天的是这里。哎、欸，不对啊。哪里不对？不对啊。哪里不对？因为我买的那个不能退的，不是吗？所以中的一定是多一张啊。没有。你有买吗？我们那天中了，当场就只买两张。可是我还没中啊，你又不知道我有中，所以你一定有多一张啊。你跟我的、啊。当初你又不知道我中。我有中，我也有中，所以我们凑好三张就够了。我们那天听完说明会之后就凑成三张了，所以你那张才变多的。我这张变多的。你后来才中的嘛。后面的事情。你后来才中的。对啊，所以现在就是对的、啊。OK OK OK。对啊。对啊。他们刚好要多给我们一张，对啊，我们就拿走了这样。不会啊，反正就大家弄好就好。好，收好。你要。对，固联力嘛。固联力嘛。所以应该是购买了两张嘛，然后你现在购买的给了我们三张。因为我们那时候参加完说明会，那个当场也可以买。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想半天，说抽中的要怎么安排。对，我懂你意思啊，但我的意思是，变说我是会有两张一日券的，我会要买的会有两张一日券。对啊。这就是。我们要凑三个人要来划、啊。好，那我的好了，那假设说这不是你的，那是一人一张。就花了钱买了三两张，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算好我的嘛，对不对？就 suppose 我已经付钱，我后面这两天我还有两张券付钱的。对啊，八方的也给你啦，八方的没有，八方的我还在我身上，我会换给你。你已经在你那边。我那张绿色的。绿色一开头就领的，所以这八方你本来就有血票了。OK。对。好。这个呢？
谢谢。好。你还在查价钱哦？对啊，你有查就查啊。6984啊。6984。啊，6月30号刷卡的、啊。好。好。OK， 谢谢了。好早、啊，谢谢。一切正常啊。好。那至于你质疑的为什么不去换成八方？因为两日券跟一日券差很多。对，那时候我就在跟你吵说，那我这个票价值。然后你这次又问了一模一样的。我要用在延月，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我送的一日券的价值是什么？因为你退了之后买一日券没有比较划算，对嘛？所以后来就没有换啊。对啊。只是刚刚你也搞不清楚你剩下的是什么。我本来就搞清楚了，但是你一直质疑我，一直质疑我。我记得，你到时候我记错啊，好，最后我错了。哎、欸，问你说你最后拿到的东西对不对？我跟你告诉你，白讲，对你有信心你就讲，对。对，我没信心。对啊，那还敢说？还敢不否定我的质疑？你们今天是滑到几天哦？对，一天的。嗯。有什么推荐的吃的吗？在这边，这边上面，你们今天第一次滑这边对吧？对啊。上面看了一个叫新的叫。City Bakery 在一个 Hakuba Mountain Harbor 的地方，它是新开，但是它不是就是吃午餐，它只是吃点心轻食，对，轻食的那种。但是那个今天可能看不清楚，这没办法。如果天气好的话，那个风景很美。这十月份去年，刚刚2018年就是10月份才开的。哦，是，但是你可以回去。看看好，所以这个就不用特别讲的，对不对？啊，这个 OK 的啦，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计划。好，那你抓好。三张等一下换。另一条路会比较快吗？不知道。刚刚是直接过去比较快，因为雪很深啊。雪深的话就不好。你可以走直接过去。对啊，先过去比较快。对，雪会走很深。有其他人走过的话就可以走，没其他人走过的话就不好走。好像不是，看有没有车开。啊、看如果那个痕迹很远的话，我们就走这里就好。没有啊，他说这边。有吗？好像还可以吗？走这一段还可以，那后面应该也还可以。好，太阳出来了，
去尿尿。哎，他做这个，要去上厕所，我要去上厕所。还好，你跟着走，你就要踩着前面的脚印，比较省力，差很多。我刚刚都没发力，自己脚都很重了，那不是？那没好，那自己走第一个，那就比较最费力的。好。耶、yeah, 啊，阿里嘎多，嗨嗨，阿里嘎多。Yeah, it's shooting. It's on. It's on. Yeah.谢谢，又一样，背后有印。啊，他又带的话有印不一样。什么？有吗？都一样，腰带。啊，好，所以两张是买的，一张是腰带，哎，一张是超重的。拿到了，谢谢。你本来有开过、啊？开过啊，我刚走路来检，就想要走路出开。啊是啊，我等一下再检查。很热，很热。等一下还要坐缆车，我鞋子到现在都没扣好，哈哈。这里都还没合起来过，要拉起来了，这样也拉起来。哎呀，先坐上去再说。哦，好，拿拿拿，要拿要拿。画得好那个、哦，他把那个北边的扭到这边了。其实不是，这也是英文的。对，这也就两面啊，两面啊，一面
拿这个的、啊，拿这个的正反面。再拿一张。有两面啊，已经有了。这个做到山顶啊，就是山顶啊，就做啊。9:30。
暖暖包，今天就把它贴上。对啊，今天却没有。就没用到。奇怪。有开，你应该是有在录。好，有在录啊，录了八分钟。脚底有点，脚尖有点麻麻的。我只知道山顶四个北边、东边、西边各有一条红线可以画，我只知道这件事。然后看风景的话是看北边。Notes 归 t 哎，后面有。阿嫂。你看左，你的右边。反正我们到了山顶，因为它有 N 个方向，然后如果那一个方向的 lift 没开，它应该会有一个封闭吧，就那个雪道应该要整个封起来。山下的，好，现在去看它网站，昨天有提到它的网站。但是它本来线就不多啊，它集中在山顶，山顶应该都要有开才行。反正这个是 G 嘛，对不对？我现在是在看别的，这条应该就是最长的线了、啊。缆车运行状况更新。现在在充联网路，连好了。缆车运行状况，中央高速怎么写一个红色呢？红色叫运修。哦，对，确实没开。然后山顶的往北那个 View 2有开，往东 Notes 三线 Notes 没，往北没开、啊，往 South West 有开，所以今天山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滑，但是那全都黑的呢，什么鬼啊？那个不是黑，是它所有的雪道都画成黑色的，真是。好啊，我再去看雪道。course 状况。有啦。我们走。好，第一一定有缆车可以坐。第二，我们可以滑一次 view D。然后你刚刚说 G 是什么？缆车的名字哦，应该是吧？现在很妙，就是说它网页上画的地图，就在那个地图没有那个。对，网页上的地图是比较广阔展开，比较像真实的。然后纸本的是那种压缩过，压起来比较扁的那种地图。线是都一样，
就你那也没标 A B C D E F G， 你看我的就不一样。哪里有 A B C D E F G？ 我的有了，对不起哦。你是说连跟这里拿的版本也不一样，是不是？对啊。哦。不是，嗯，线路一样，但是它标记的方式不一样。嗯，反正山顶 view， 我刚看了 view A B C D， 有这边有个180度 view D。我刚刚就是觉得山顶我们就是要滑 view D， 就这样。哦。对啊，反正山顶下来，其他一条绿线两。是哪里啊 ？View D。那我们现在只是坐上面最高的。对啊，最高的，它 view A B C D 就是它那个。哦，180度。四个方向四散，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挑一条线滑下去就对了。然后过 header 可能搞不好也可以滑滑看。可以看运行状况的，我有找到啊。你看到了这个的往下卷一点点有 result 的那个才是。我昨天也找半天。但是我刚好连过去也没看到啊。result site， 然后点错，哎、欸、有 green， 然后你点 winter 进去就好，然后就开始有了。出路，白茫茫也看不到梅子。已经开始录了，我刚看了。Okay. 我刚刚不是说你录了八分钟？今天的树都是那个长相哎、欸，你看。给我鼓掌。你说的哈。好。怎么知道滑哪边？还要往上爬，很累呢。诺瓦之山站。现在地又要爬。Thank you.
完全不知道哪里下雨才是 view 低，真是莫名其妙。靠鞋子。还我在感觉啊，我在想是不是那边啊，你们看看啊，你把它扣在帽子袋里，所以它不回去了。好吗？过来收拾一点。好了。老洋相，对，是啊是啊，交给你了。手冷的要死，等一下又要带内层的。不能走最右边那条，要走 north gradient。你在拉筋哦。嗯。哎呀，是啊，拉一拉。
台、三台缆车。没了，就这样。
划的是绿线。啊？然后旁边有一条红线，绕过这个建筑物往右转，这个建筑物。就是跟那梅花讲要过来，好了。那里是压过了又刮刮这样。View D 看到了，要去滑 View D。View D。这边呢、啊，这边不是可以下去吗？应该可以吧，可以吧。哎呀，有够雾的。假设我们当初还没有换票，你会想说盐月换明天吗？也不想吧。而且盐月感觉雪道就不多，短短的给它滑一滑就算了。哎，是哪边啊？就是从这里切过去吧，那是绿线啊。嗯，我再确认一次，我刚看是这样子直直下去一条直的红线，应该是。应该是接这个 lift， 对啊。继续。没错啊，右边这条。什么？右边被围起来了，是怎样？我想滑右边那条，哎，它被围一条橘线，不能滑吗？那就滑这边吧。好奇怪啊！
清楚啊。可以往下滑啊。搞不清楚，莫名其妙。好像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接的。好了，可以滑就滑，滑右边吧。滑右边。这是联络道吗？结果选了一条绿色老大梅，真的是一条线啊，奇怪了，继续往前走吧。好的。前面比较陡哎、欸。对啊，这莫名其妙。那刚刚的另外一条路又不知道怎么通的，这条真的是 view 低耶、欸。嗯，对啊，前面都云，是真的云吗？还是山？是吗？好，继续往下。view 是真的不错，要是晴天的话。
OK 吗？刚刚在拍照。啊？一路滑到底就有缆车站，就风景就这样。
开了，打开了没？开了，开了，开了。连划两条绿线。我看到了，但是那个是 view 低耶。好像也不行啊，被改成 park 了。然后刚那条还是绿线。对啊，又觉得点点点。对，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啊？对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变成 park 了。还是它只有一点点 bug， 奇怪。刚滑的也是绿线啊，所以哦。可是往这个方向也是红线的出发点也没错啊。刚是红线。刚我觉得是绿线。可是我们最左边啊。我们刚刚有个岔路。对啊，都中间有个岔路，其实人家中间岔路下去是绿线。那个一定是绿线啊，它后面才走啊，也还好呢，中间光是走路就受不了。为什么变成 park 了呢？这个缆车是 East 四号 East， 然后我们坐上来的是三号北，就这样。对得出来吗 ？View Two 对得到另外一边吗？对不出来啊。你是说沙瓦 Lift 还是四号还是三号？我们的号码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哦。刚走这边，所以这个很缓啊，然后中间有个三号的，然后对不起，反正就有个绿线，然后现在我们
这个应该是这个啊。B 应该是三号什么北的，你们说的那个、啊。就是三号北啊。对啊，这个、啊。我说我们。然后那个。那是这个应该是，这条应 lift 应该是四号。四号 East 才对，所以这个三号，可是问题是这个这一条啊，这一条是什么什么 two 的这个啊？对啊 ，U two 啊。那它转过去的第一个就是 B， 就是这个啊。没有啊。欸、对，是。反正我缆车没有看错，唯一的问题只有说，唯一的问题只有说，这边下去 ，D 跟 C， 我们刚刚走的灯到底是 D 还是？view D 还是 view C 呢？ D， 因为你最边的旁边没有路。刚刚中间有个岔路，还可以右转。它没有右转，它只有左转的。是吗？对。你是说右边那边不是岔路？这个黑色线就是刚刚人家在拉线起来，就是从这一边切下去那一片，就是黑线，但没有那个 lift 可以到。没有，这边所有的线都会到这个 lift。没有，我是说刚这上面有人就是从这边切下去，很多 snowboarder 从切下去，然后对，然后呢，直接到这个二号这个黑线啊，嗯哼，就直接滑这个啊，所以我们刚好是 D， 然后这个中间有个 C 是绿线。其实这边下去又中间又分两条线，我就觉得奇怪。那所以反正早上在这边吗？对啊，感觉随便乱滑一下而已。对啊。这条 park。我觉得那条 park 才是 view D 耶。没有。好、哦，反正早上先滑对不对？哎、欸、嘿。所以这条缆车不是他专用的。不是吧？但是这样子也没办法滑、啊，到处都是啊。对啊。再走一次这条路，要冲过去了，直冲，受不了。那你要滑哪里？因为那条绿线啊，好像也很平。然后，这
好啊，等一下走嘛。对啊，拍照不讲话。他、啊、什么不讲话？我问你为什么要走这？因为我想再去看那边右转是不是有路啊。
全没有。
下面有写啊。一二 ，view two。对啊，我刚就说那是 view two 啊。一开始是它什么北啊，什么东西。对啊，然后它在两个地方有两个名字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在这边的话，它就写是 view two 嘛。对啊。然后在这边的话，为什么会在这边有名字？啊，这边也写了一个啊。为什么会写？叫三线 notes。为什么？啊？它都一样啊，都一样啊。它是三的反面诶，它是三的反面。没有，它把后面展开来，你要从最右边对到最左边。然后你看最长的这条缆车我们上来的嘛。对啊。接着呢，这边最长的缆车上来之后的第一个缆车线，第一个缆车线没那么长，它少画。上来的最上来的缆车线的第一条很短啊，没错，没错，那就山顶没错，就是我们绕过的那个屋子啊。所以是，那我们刚第一个是这个五号啊，四线 east， 四线 east 这个。不是吧？我们第一个坐的是五号吧？不是，是四线 east。为什么不是五号？因为我们直直走的右边。绿线吗？对对对啊，这条。划了一段绿线。这条，这个上面有个绿的啊，这个。那么短吗？对，很短，那条很短啊。接着三线 north 就是这一个，不一定，不一定，反正它这个压缩起来就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它车子都不标它是什么。所以现在要怎样？来划一次绿线看看喽。你进去就左转嘛。对。对不对？对，都黏住了。不要再走路，对。我猜左边也会走一段。你遇到看到下面平平的地方你就直冲，我觉得左边一定也有。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唯一舒服的只有第一条线，就舒服，整天舒服滑，他妈搞得累死。为什么不滑下山的？也可以啊。下山是绿色、红色啊。好啊。那还是，先滑一次这个好了。对啊。因为那没滑，他说他也在这滑。哎。先吧。今晚帮你拍照，太阳出来了。对啊，对啊。对啊。OK， 是啊，好，哦，好啊，正常的，不然等一下试一下人像，因为那个距离可以拍。棒棒。这个会有两个意思吗？你讲法。哦对哦对。哦对对。名字是什么也不重要啦，反正最后也只有那一个缆车，真是要命。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叫，可能是别人的叫。我看一下好了。应该是别人的吧？还没看到。正在录啊，好了，走吧。好的很啊，你先啊。对啊。你这里就要一路冲过去了，要一路冲过去，不然就要撸了啊。那你要重心摆前面一点哦。你走，你走啊，走啊，走啊！他为什么要停下来？等你啊，我要在你后面啊。
啊，你有好痛？是蛮痛的、啊。你被撞了？你有被撞啊、哦？我这次完全没撞。就不用自己滑太多，比较快就到了。嗯。这样。太不错了。哦。这就黑黑了，这是黑黑。但是它属于 close 的。这条写 close 的，就是缆车左转那边，但是右转的话，这条好像可以。今天手套冷的比较快。你觉得可以去滑那个吗？那个啊。搞不好很安全。好像是三股形，就是两边都翘高了。对啊，就搞不好很安全啊。那个上面缆车上的那个棒棒都积满了，一边都是雪。没戴里面的手套了。播音乐很讨厌，这样我觉得发烧好像比较好。所以今天就算三连休了，是吗？你说的。不是，我是听你还是谁讲的？说三连休开始，也不是我说的。他音响好烂啊！他的音响好烂。哇，随便他、啊。只是放了我们的影片，不就会那个吗？对啊。这种还是很老的歌，很老的歌会又没有版权。这我就不知道了。这首歌你知道它很老吗？听起来调调就很老。也有人偷贴贴纸。笨笨。啊？笨笨。什么？笨笨。手没力。这样可以，这样揉一揉。很冷啊，想要找你 K 修。哎呀，手套，穿起来。你那个袋子剩一点点。是吗？让我吸啊。一直都是这样啊。你的都是这样吗？哦，左边不一样，左边感觉少了更多了。但是会不会我一拉开，其实它的痕迹已经固定在那里很久？对的。看样子有点像。我觉得比较滑一点，感觉。对啊，我一直都没注意它。以后圆月我不会再来了。才花了两三条线就这样。真的啊，因为它的雪道就这么多而已。你本来就知道。我本来就知道它少，然后本来人家写圆月就是说哦可以进览白马什么那些的，那上当啦、啊，我没吃就可以进览白马的那个连方位，又不用到这边看。音响很烂，就不要勉强播了嘛。烦呢、欸。你说好啊。哪里拉不起来？啊，总算拉起来，有够烦的。我左口袋，左边裤子口袋还有一副，我带了两副。手很低，手指都低。对啊，就是那种感觉。你有感觉是吗？对啊。
因为接下来又要拖另外一只手，还不是得缠上去。换一条路吗？他再换啊？那他怎么换？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躺在前面。大体怎么看？因为360度，他硬要压缩成那样。但是太好了，扎得太紧。换，还是该休息。啊？太早了。我要休个息，然后顺便通讯一下，然后来滑到山下试试看。好冷，好冷。滑没几道。好冷，感觉。不然就只能试黑的那条了。要吗？好冷。不方便。你有带零食啊？有一颗而已。没有带两个。看不见路。嗯，降低。哎，雪更大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山顶看起来也都是那个样啊，只有岩岳是看着白马跟梅石，因为我们自己之前是在那个山上，自己的山上看不到自己，只有岩岳是看可以看其他的，对对对。打电话，收起来，挖号。还有放好重的音乐。那你要换一条线。去哪边带？没有，看你要走哪边。为了避免爬回去，我们可以从这里切回那条绿线，然后接着可以坐缆车上去。那我先带一下。好啊。你要下去看看帕克吗？不要。这边也可以啊。
全都是雾啊，什么都看不到。雾雾的，雾雾的。雪吗？还是雾？好雾哦！休息一下。嘿啊。Do that one, or we can go around the corner. At that park there, guys, let's go around. I'm not gonna. I won't.
各自考各自的啊。